我这边直接喊三，来，预备！这小迷糊是不是又尿了？小迷糊呀！哎，操！操你妈的小迷糊！你每回你都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发现你这个小狗啊，你这个小狗每回都不按套路出牌，你。来，打他！你起来，我打他！啊，这小狗太不听话了！起来，小狗起来，起来，把小迷糊。他不听话的嘛，哎，放好了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放好了，来，起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真的，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啊，是一点都没有啊，一点地位都没有啊，哎，气死我了。不许动，不许动。小迷糊，真的，这个小迷糊，我真不揍他，我他妈都不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咋这么愿意？小明，这个不许参加，知道吗？小明啊，你坐这，不能参加这把，不带你。这么要命，我发现这个小明啊，坐不带他啊。起来，不带你，你起来，你上这上面来，不带你，坐好了，小明啊。坐不带你，你坐着点儿，坐这儿，在上面吵着，不带你，不带你，坐着，坐好了，坐不带你啊，这不带小迷糊啊，老铁们啊，不带他啊，来，预备，三吧，一，三。我都说不带你小迷糊，我都说不带你。看看，知道我生气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起锅烧油不？我感觉好像定住了，我感觉好像定住了人呢。你看三元化老师，三，都那么在那等着抢呢，都在那等着抢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气得我脑瓜疼了，天，气我脑瓜疼。哎呀，真的管不了，那俺家狗我真管不了。真管不了俺家狗啊！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！大家想买热带水果，大家给全少点点关注。一号麦，咱家全少兄弟们啊，再给全少点点关注。欢迎全少哥哥来的咱来咱家直播间，欢迎哥啊！感谢啊，谢谢大家啊！